各位 Enjoy 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焕腾高老师。那么，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的博客网站。我是在这个博客园这个的名字就是高焕腾点 EIT。然后呢，在这个很有名的博客园。那我是属于博客园的新的，所以才9月1日才开张的 ，OK， 好，那就欢迎各位来光临。那这个网址是在这里。这是网址 ，OK。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一回合的主题。就是来详细说明这一个卡损函数咯。所谓卡损函数呢，就是用来这个结合两个东西的接口来把一个东西接到另外一个东西上面这叫做卡损。譬如说把这个弹夹，就是这个枪的弹夹呢，把它这一个卡在这一个这一个枪托上面，这叫也是有个卡损 ，OK。所以如果两个东西在不同时间出现也就是说像框架设计在先 ，App 设计在后，因此呢，在时间上面有落差，这个时候。先设计的一方要预留这个空间，预留虚空 ，OK， 好，虚就是空虚包含的就是空 ，OK， 也就是说我们在软件的也就是在架构设计上，我们常常会用虚实。虚跟实来做分别 ，OK， 虚是实的相对那么真跟假是相对的真另外一边就是假，那是的相反就是非非 ，OK。但是这里头的虚跟这个假跟非呢不见得有相对的关系，就是说一般我们会认为真是好的，假是坏的，是是好的，非是坏的，实是好的，虚是坏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对虚的误解。虚是好的，好，因为只有虚能够创造出一个空间出来然后来容纳这个实的 ，OK。所以呢，中国古代在说明一个人的度量非常大的时候，例如说，古代就说明了一个宰相要有很大的度量，叫做宰相度能撑船 ，OK。好，那。又如何说明这个宰相的度量大呢？其中一个很有名的成语叫做虚怀若谷，就是胸怀呢是很虚的，然后呢因为它有很大的空间，大到像山谷这么大，这表示呢它的度量非常的大，所以宰相的度能撑船，而且还不够，还要虚怀若谷，对不对？比山谷还要大 ，OK。所以虚是好的，实也是好的，虚实相依是不只是好，而且是美，所以虚实相依是美好的 ，OK。所以在我们求真求是之外，
我们还要求虚实相依，啊，达到尽善尽美，这叫做真善美。OK， 所以他预留一个虚的空间做什么？是给在未来的时候，就是将来，有时间哦，时间的概念，在将来的时刻能够容纳实的东西，能够让实的东西来填在这个空间里头，啊，所以虚啊，虚以纳实，用虚的空间，以虚创造空间来包容实的，因此达成的虚实相依，就密切结合起来了。设计优良的卡榫，啊，就卡榫这个接口，如果设计得好，可以让这个死的东西很容易啊取出来，很容易放进去，就是很容易新陈代谢，抽换自如，也就是分合自如咯。那这个分合自如在这一个软件上面有一个叫 PMP， 叫做 Plugin and Play， 啊，叫 Plug and Play， 啊，就是叫做抽换自如。卡榫函数对于 Android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Android 是一个应用框架，它与这个 App 之间两方是虚实的两方，啊，所以框架创造虚，以虚的来建立空间，让空间来容纳实的 ，OK， 所以两者是在不同时间出现，因为框架先设计、先开发，啊，就先出现，啊，先出现者才能够有个框嘛，先出现者创造虚的一个空间，来，也就是框框。所以这个框是由虚所构成的，来框住后者，因此 Android 必须借由卡榫函数，啊，来预留虚的空间，啊，来把它，啊，整合进来，来把它整合进来，啊，所以创造虚实相依，紧密结合，这就是卡榫函数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卡榫函数呢，主要就是啊，实现成 C 加加或是 Java 的抽象函数，或者叫做可复写的函数啊，可复写 overwritable 的函数。所以我们拿 C 加加来做一个例子咯，这个是一个框架的部分，是一个抽象的类，这个是 salesperson， 是一个抽象类。那抽象类呢，它的卡榫函数就是 bonus， 这个 bonus 在 C 加加要表现成为抽象函数，这边等号零表示这边是没代码，这里头的代码是重缺的，这个叫做啊抽象的一个函数，就是没代码，这个代码有子类，这就是子类咯，这子类，这是基类 ，OK， 所以拿簸箕来装泥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必须把这一个空的虚的空间把它填满，把它填满 ，OK， 这里留虚的框架，留虚的给写 App 的人，这就是 App 咯，给 App 的人来把它填满，这个也是子类咯，也把它实现了，填满了，所以上面是留空的，让子类来填满，好，填满就是填上泥土，上面叫簸箕 ，OK， 上面叫簸箕，好，那之后呢，这边就直接就写编破关啦，啊，这个我们就不用太 care 它啦。大家都可以看得懂，啊，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一个，啊，
由这个框架的积累创造的这一个抽象函数，这个卡损函数创造出息的空间，让子类来把它填满。 OK， 所以这里的 salesperson 的 bonus 这个 virtual function 就扮演的一个卡损的角色，作为父类子类的这个接口，一个背后的一个函数。由于面向对象的 Android 框架非常依赖这一个类别的继承或者是 extend 扩充，所以像 bonus 这种衔接父子类别的卡损函数在 Android 里头呢处处可见。父类就在框架，子类就在 app， 父类在框架，子类在 app 上。 OK， 所以卡损函数刚好衔接的这一个框架跟 app。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 Java 的 program， 刚刚看的是 C 加加，将来来看 Java， 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salesperson， 只是用语言不同而已。在这里的语言呢，在 C 加加这边呢是一个等号零，在 Java 不需要只要写一个抽象函数就可以了，表示呢这边没有代码，那这边就是留一个虚的空间给子类来补，子类补上去的时候卡损就扣起来了，就扣起来了。所以上面这边是框架，这边是 app OK， 同样的这是子类，也必须把它补起来，把它补起来。 OK， 好，再来就是 main function 哦，这个就大家已经熟悉的，也不是我所要花时间去说明的，这边就很简单哦。所以这 salesperson 的类，它的 bonus 就是一个卡损函数。好，当这个父类被归到框架的时候，这个虚空的卡损的函数所创造出来的接口就成为框架跟 app 的一个衔接机制了，就成为它的衔接机制了。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Android 的一个范例咯，我们来实际看看 Android父可函数的实际范例。 OK， 所以刚刚说明的是 C 加加跟 Java 来实现这个卡损函数，那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Android 的卡损函数的例子咯。因为 Android 的背后就是 Java， 然后底层就是 C 跟 C 加加，所以我们了解的 C 加加跟 Java 的卡损函数之后，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一个 Android 的这一个代码。例如呢，在 Android 的框架里头有一个叫做 list view， list view， 这个 list view 呢在 Android 框架里头跟它相关的最简单的最常见的有三个类，叫 activity， 会来 new list view。 那么 list view 呢会透过 base adapter 这个接口这是一个类，但这是扮演这个接口的角色这我们称为叫做接口类。这个我们之后会详细的说明这个接口类的意思。 OK， 也就是说这个类全部所有的函数都是抽象函数，所以所有的函数都是抽象函数，这个就是所谓的接口。所以接口其实就是一个类，只是这个类很特别，它所有的函数都是抽象的，
这样的类就叫做借口。所以呢，当我们称为叫借口类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这一个类里头呢，它的函数都是抽象的，都是抽象的。OK， 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些是框架里头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它怎么透过这一个卡损函数来对接，来对接。在 activity 里头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onCreate， 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卡损函数。当然 activity 里头呢还有其他的卡损函数，不是只有一个，但是大家最熟悉的 onCreate 其实就是了。同样的 base adapter 里头也有许多个卡损函数，因为多个卡损函数会构成接口，构成接口，其中 get view 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前面说过了，框架的这一个里头的抽象类设计在先，后来才配上 app 的应用类，也就是这个 E 设计在先之后才开发 T。 所以在撰写 activity list view base adapter 的等等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一个框架的，就是框架的开发者，不是 AP 哦，框架的设计者并不知道 APP 里头关于 list view 窗口的内容。譬如说要客户来了， APP 开发者才知道，在客户呢心中里头他需要的 list view 只有四行，一行、两行、三行、四行 ，OK。但是另外一个用户来啦，他这个 list 的里头呢，要几行，他并没有心中没有底，但是他提出来，如果我从 database， 从 DB 去 query 去捞出几笔，你就几行。所以这几行是由 database 目前有几笔数据来决定的，因此呢，这叫做 list view 的内容。所以在写框架的时候，因为用户还没有来，所以呢，到底 list view 里头呢要有几行，这个内容是从 DB 而来，还是从 array 而来，还是从云端而来，这个要等到买主以及用户，就是业主出现了才知道。这个时候我们的框架开发者要预留虚空，预留的虚空给 APP 开发者来填补， OK。 因此呢，就以 onCreate 来预留一个虚空，好，来让 APP 开发者可以来写代码，他把代码写在这里，就是把代码补上去。所谓留空的意思就是只写函数的名字，没写代码，让子类来补代码。同样的在这里也是一样， get view， 好，然后这里头是空的，不写代码，让子类来把代码补在这里，让子类来把代码补在这里， OK。 那这就是创造虚的空间，让 APP 呢来递补来补， OK。 那这就是框架跟 APP 的一种互相虚实相依的地方了。那这就是 Android 目前框架的一个内容之一部分。那这是我们当我们想要在 UI 上面显现出一个 list view 的时候，那就会写这个部分来做这个虚实相依， OK。 当这个 APP 程序执行的时候，框架掌握了控制权，
对不对？刚刚这边这个接口是由他来定的，他只能写 yes， 这边的接口也是他定的，所以他只能遵从。 OK， 所以上面的框架就像慈禧太后一样的制定这个接口然后 APP 开发者就像小李子，他只能喊渣。 OK， 只能喊渣。 OK， 好，再来，除了这一个刚刚的接口的限制之外，还有调用，这个是从机内透过叫做反向控制或者控制反转往下调用的，所以慈禧太后随时可以叫小李子，对，随时可以叫小李子。同样的，这个 get view 也是从这里调用的。OK， 所以控制点在这里，控制点在这里，因为控制权在它，所以从接口的定义看，它就是老大。从逻辑的控制来讲，它也是老大。因此呢，框架可以强有力的框住的APP， 强有力的框住了 APP， 就是靠这两个机制，一个是透过接口，一个是透过控制逻辑，一个调用的逻辑。OK， 好，那我们来做个文字上的说明。框架设计呢，以应用的开发者呢，就是 framework 的设计者跟 APP 的开发者，两者是在不同的时间跟空间跟地点来合作的。框架设计者在设计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 APP 在 list view 窗口里头呢的显示，要显示的是文字还是演示的是 image 图像，这个是 APP 开发者才知道的。在写 list view， 这个框架设计者并不知道。好，那这个时候呢，就必须把决定权交给应用程序的用户咯，因为只有这一个应用类的开发者呢动工的时候才会知道，在框架设计在先，所以事先不知道。因此呢，框架的设计师呢就只选择了就负责撰写这个抽象类，就写了这个 base adapter， base adapter 里头呢，那就提供的卡损函数。 OK， 提供卡损函数让这一个 APP 开发者呢在写子类的时候能够把这个卡损函数的代码把它补起来，这叫做虚实相依。所以两者跨时间以及跨空间的一种汇合，就成为一支完整的好用的应用程序咯，一个真正的应用软件咯。所以应用软件是由我们的 APP 部分加上这一个应用框架的部分，所以当我们谈 APP 呢加框架的时候，就等于 APK。 这框架是 Google 写的， Android 的框架， APP 是一般的开发者写的，加起来之后才变成一个可用的软件，叫做 APK， 才把它上载到这个应用商城。所以当 APP 开发者知道它的 UI 的显示了时候呢，就开始写子类把它补起来。 OK，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卡损函数就叫反向的调用，或者叫控制反转，英文叫做 inversion of control。 当在设计 activity 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这一个用户呢在 APP 的一个特殊的需求他不知道他要用 list view。 OK， 在设计 activity 的时候，因为除了 list view 之外还有很多 view， 所以他就借着虚空的卡损函数，就是 onCreate 函数把它挖空，等到用户出现的 APP 开发者来了，就写一个 myActivity 的子类，就写这个。所以这就是一咯，这就是一咯，这个就是 I， 这个部分就是 I，
这个部分就是 T 啊，所以这就是啊，也是我 EIT 的一个倡导的 EIT 的一个部分一个表现。所以这个 on create 呢，就是卡损函数喽。接下来在执行的时候 ，activity 会反向调用，它会这边可以调用它，因为这是空的，所以会转而调用它。OK， 啊，所以就调用到这里头的啊这个代码喽，所以就调用到这里的代码喽。OK， 这里啊，所以。当然这里就是用实虚的来让它补实的 OK， 所以啊 on create 是虚的，在 activity 头 my activity 就把 on create 的函数把它写实了，把它的代码写进去了，这个实的恰好填补了 activity 的虚的空间，就是这个实的恰好补了这个虚 OK， 所以框架设计者呢与这个应用开发者呢，他的智慧知识就融合在一起了，成为一个完整的 APK 咯。同样这里也是一样，这也是一个 E， 这个也是 I， 然后这个也是 T 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结构当中是两个 EIT 所构成的，两个 EIT 所构成的。OK， 当 activity 要求显示 list view 的时候， list view 就调用咯，它就从这边调用过来。为什么？因为要有几行决定在这里，好，要几行，所以它要来问它，你到底要修几行，每一行到底显现出什么。 OK， 所以 list view 呢就会从这边调用过来，来问它你到底要几行，每一行到底要显示文字还是显示这一个图像呢，所以它就会调用它的 get view 来取得这个显示的内容跟长相。那 hook 函数呢就是实现的反向的调用，让虚的一能够调用实的 t， 虚的一能够调用实的 t， 让两者呢组合的成理如缝，虚实相依啊，密切结合啊。因此呢，这个 hook 函数呢，在框架里头占有非常核心的地位啊，核心的地位啊。那例如呢，我们想在这个窗口上面显现出两行啊，那这个是属于 AP 开发者决定的，要这两行 OK。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Android 的代码怎么写？所以第一个，这就是基类喽，啊，这就是 E， 这就是 T 喽，啊，现在讲的就是在这个位置喽，啊，现在我们是要来 Android 要来实现这一段，要来实现这一段，所以写 My String Adapter 来扩充继承 Base Adapter。啊，所以这边是用继承的 base adapter， 有没有？这是子类，这是基类。好，那就必须把这几个，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都是定义在这个基类里头的卡损函数，这是里头定义的啊，三个、四个卡损函数，这是 get count、get item。get item ID get view 总共有四个，所以子类就必须把这个四个空的把它写上实的代码，这叫做虚实相依 OK。 然后 my activity 呢就来new， 你看 on create 这是定义在 activity 的卡损函数，那这个子类这就是一咯，这就是 T， 这个子类，那子类就必须把这个卡损函数把它写实际的代码，叫做实的，那去弥补这里头的 onCreate 的虚的。那这一个 my activity
才去 new this 的 view， 有没有啊？然后也 new 这个子类啊，然后呢就把它加起来，把它 set 进去，这叫做装配。先 new 一个 t， 也 new 一个 e， 对不对啊？先 new 一个 e，new 一个 view， 然后呢 new 一个 t， 然后把 t 装配到 e， 就是这个动作，这叫装配轮胎，这叫做引擎。先 new 一个引擎，再 new 一个轮胎，再来靠引擎的 set adapter 把轮胎装配上去啊，装配上去它就可以啊，一就可以调用 T 了，就结合在一起了啊。所以这在说明啊，这个合的动作是在这里做的。 OK 啊，这是这里头。所以我们来说明一下，当这个程序执行的时候，框架先借由 activity 卡损函数 onCreate反向调用的 myActivity 的 onCreate， OK， 就是在说明的，这是一个卡损函数，是由这一个基类调用子类，然后透过卡损函数来调用过来， OK， 好，调用过来，好，那就是在这里先 new 一个引擎，再 new 一个轮胎，再 call 一个引擎的 set adapter。把轮胎装备进去 ，OK， 好，那这就是他来创建 list 的 view， 对不对？好，那也来创建一个啊 T 啊这个子类的对象，啊，由他来 new 它，他也 new 它，然后 call set adapter 把它装配上来，那它就串起来了，啊，就串起来。它就可以从这里扣下来了 ，OK， 从这里扣下来，所以在这个啊，就是在执行 set content view 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一个啊，它就会扣过来的。当你 set content view 的时候，它就会扣过来。为什么？它要来显现 UI 了，一定要来问你，所以就会调用这四个卡损函数 ：get count、get item、get item ID、get view，OK、okay?。所以呢，这个反向调用的这个 T 的这四个死的函数，所以 get count 呢，它调用 T 来问它说，你这个 list view 到底要有几行？好，那有几行，它就调用它 n 次。好，这一个 get item 就是看这个啊有多少内容，由这个 collection 的内容啊来决定到底有几项。所以它会 call n 次取得它的内容，还会取得它的 ID， 再 call n 次取得它的外貌，啊，就是显现在这个 UI 上面的外貌，啊，这个有几项几项，这是外貌，它对应出去的是内容，啊，外貌跟内容不一定是一样的 ，OK， 在 list 的 view 里头 ，OK， 好，那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待会呢，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这个范例。OK，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喽。